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三颗超大的奇趣蛋，还有两颗小的奇趣蛋。有《冰雪奇缘》的大奇趣蛋，迪士尼公主大奇趣蛋，还有惊喜蛋。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两颗小的奇趣蛋，这是猪猪侠的奇趣蛋。猪猪侠的奇趣蛋上面的人物是超人强，名称魔力蛋巧克力球，里面有好吃的巧克力球，里面还有小零件，不适合三岁以下儿童。好了，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。这边是一个撕开口，从这里打开我们的猪猪侠奇趣蛋，包装很紧，我们看看可不可以捏开呢？用力一点，捏开它。好，打开我们的奇趣蛋。哦，这是一个好吃的巧克力球。哦，里面有六颗巧克力球。打开一颗尝一尝。好，外面是一层锡纸，很好吃。外面一层糖果，包裹着巧克力，有六颗巧克力糖果。这是猪猪侠卡片，产品名称卡通玩具糖果系列，不适合三岁以下使用。这是冰封鹿，冰封鹿的攻击力是600，防御力600，行动力1000，它的属性是水。哦，我们拆得了一辆车车的模型，还有四个轮子都可以转动。是一辆惯性车车，跑得很快哦。这也是一个猪猪侠的奇趣蛋哦，它的名字叫火焰鹤，猪猪侠百变联盟的。产品名称魔力蛋巧克力球加合格的玩具。这里有个撕开口，我们打开这个奇趣蛋，和刚刚的猪猪侠的奇趣蛋版是不一样的哦。打开和大家分享分享。哦，里面也有一包好吃的巧克力球，也有六颗。这张卡片介绍了猪猪侠的攻击力400，防御力400，行动力400，都是400。是一张贴纸。好，这是猪猪侠产品合格证，就不给大家介绍了。这是什么玩具呢？有三个轮子，好像是一个回力的玩具哦。哦，相当于一个车车。哦，不知道上面这个轮子有什么作用呢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看这个超大的惊喜蛋，看看产品的名称，大惊喜蛋里面有好吃的糖果，还有玩具。
好了，我们用剪刀拆开这个超大的奇趣袋，看看里面藏了什么宝贝。打开奇趣袋，哇，好大一个袋，里面藏了很多东西，宝贝哦。是一个橘子，是一个橘子的玩具，可以当做切切看的橘子。是一个发夹，用来夹头发的。还有，这是一包糖果。哦，这个包包里面还有惊喜哦，打开看一看。这是什么呢？看样子还不错，很可爱哦。打开看看，哦，是一面镜子。这里还有很多的框框可以装东西哦，可以装化妆用品、口红、眼影，可以装一些小件、小的化妆用品。把我们今天拆到的玩具都拿到这里来了，哇，也有很多实用的宝贝哦。好了，小朋友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喜欢我们的视频就订阅我们，欢迎大家到我们的频道中收看更多的视频，还有很多奇趣袋等着下次和大家慢慢的分享，小朋友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